级汽车。嘎吱嘎吱怪，最棒的探险队来了！我是队长，我是二队长，我是三队长，出发！我有点害怕。要不我们的探险就到这里结束吧。有我在，你们别怕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在森林里看见怪物了。别着急，跟我说说那个怪物长什么样。那个怪物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它好像有八个，不，十个脑袋，还有五只眼睛，六条腿。天哪，森林里有个嘎吱怪，长了十个大脑袋，二十只眼睛，八十条腿。雷克警长，大家说的是真的吗？听起来好夸张呀。哦，嘎吱怪，看来我必须去调查一下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机械剪刀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嘎吱嘎吱找一找，十个脑袋八只脚，怪物怪物真奇妙。丢丢找一找，丢丢找一找，金鸡树枝绕呀绕，怪物怪物没找到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小心小心别摔跤，森林里面很危险。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咔嚓咔嚓剪一剪，嘎吱嘎吱出新料，跟着目标向前跑。嘎吱嘎吱，你们别害怕，嘎吱嘎吱是我生锈啦，嘎吱嘎吱车轮转不动，嘎吱嘎吱我不是怪物。原来是汽车老爷爷，让我们帮你修理一下吧。咚咚咚咚，锤子咚咚响，刷刷刷刷，油漆刷一刷，谢谢你们，呵呵，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的调查结果是，森林里根本没有嘎吱怪。嘎吱怪又来了。看来他才是嘎吱怪。